71岁布利吉特会打扮，身穿小香风套裙美翻了，比梅兰妮亚更年轻。法国总统夫妇曾经访问美国，受到了特朗普的接待，在行程的第二天展开了夫人外交。梅兰妮亚邀请布利吉特参观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的保罗塞尚博览会。不得不感慨布利吉特会保养，已经71岁，但是脸上却丝毫没有岁月的痕迹，颜值高气质好，简直就是最美元首夫人，难怪可以吸引到鲜肉丈夫。布利吉特最让人称赞的就是纤细完美的身材，可以驾驭任何款式的礼服。此次访问华盛顿简直成了布利吉特的时装秀，一连更换多套造型，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在国际舞台上，总有一些女性以其独特的风采打破了时间的桎梏，成为了不老传说的生动注解。71岁的布利吉特便是这样一位令人瞩目的女性，她以非凡的气质与恒久的美丽诠释了何为年龄不过是个数字。布利吉特以一袭精致的小香风套裙亮相，瞬间成为全场焦点。这套裙装以其经典的设计、优雅的剪裁，完美贴合了她的身形，既展现了成熟女性的风韵，又不失青春的活力与时尚感。小香风的独特魅力在她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仿佛时间在她这里轻轻绕了个弯，留下了无尽的温柔与优雅。布利吉特的颜值与气质在这一刻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她的笑容温暖而自信，眼神中闪烁着智慧与光芒，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透露出从容与优雅。法国第一夫人不仅拥有令人羡慕的外在美，更拥有经过岁月沉淀的内在气质，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让人无法移开目光。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不同年龄段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了自信与自我接纳的力量。布利吉特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丽不仅仅关乎年龄与外貌，更在于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对自我的坚持与追求。布利吉特是不老神话的代言人，更是每一位女性心中的光，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因此跟梅兰妮亚同框的时候，法国第一夫人完胜再次续写了自己的时尚神话。如今法国总统夫妇已经结婚17年，感情依旧稳定有甜蜜，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模样。最近的一次公开亮还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布利吉特一袭小粉裙出镜，仙气飘飘，马克龙也很绅士，时刻牵着爱妻的手在全球媒体面前秀恩爱，诠释了什么是浪漫。谁都看不出来的一点是，布利吉特已经71岁，但是状态却好得没话说。一般的奶奶辈已经在跳广场舞，布利吉特却可以脚踩恨天高，把自己塞进优雅的小礼服里，充当总统丈夫的贤内助。无论是发型还是礼服，每次的选择都恰到好处，让我们感受到何为优雅。每次在镜头面前，马克龙总是主动秀恩爱，给足了妻子安全感，甚至还会制造一些小惊喜，这或许就是他们爱情保鲜的秘诀，就连岁月也对布利吉特格外温柔。